这是利诱，这是白银爱。白银爱没有一个家，所以他在睡觉在利诱的家。这是我的公牛。这是你的公牛吗？可是他太小了。是啊，但是他住得下两个人，很可爱。没有厨房吗？对。是棒球场吗？小心，看棒球是非常危险的窗口。卫生间在哪里？在右边。啊！外面下雨了很多，有很多雷电。白银爱，冷静，我们可以点菜和看电影，好吗？可是我饿死了，我现在需要食物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头，我会帮你。理由，理由。我以为我们要去看电影了。是啊。